Everybody， 欢迎来到萌奇的樱花校园。樱花建筑粉白小别墅。Hello, everybody， 这里是萌奇啊。这次是一个粉色小别墅，接下来看一下全景。前景也看完了，接下来去一面瞄两眼吧。其实这个小别墅呢，我有很多地方都改造了，特别是窗帘呀。这里有两个荡秋千的地方，这个小别墅可能会用来拍日常呀，不知道原创作者同不同意哈。这里是一个养动物的窝吧。哎呀，我咋上二楼的呢？走进大门就是一个客厅，沙发、电视那些的，这就是我的窗帘啦。是模仿漆器匠的透明窗帘，正好是个吊灯还是台灯来着，落地灯吧。这也是一个窗帘，这个沙发我真的爱，也是模仿漆器匠的哟。咱们继续走吧，这里就是厨房，这边就是温馨的卧室。窗帘不听话是吧？床的前面还有装饰，也是窗帘放上去的，又是透明窗帘啦。我安这些窗帘是为了防偷窥，其实原创作者是没有安的，所以加上去了，花费我的精力太多了呀。我超级温馨吧，粉粉嫩嫩的。既然一楼也看完了，咱们上二楼看看吧。楼梯我也改造了，这个躺椅是我自己加上的哟。哎妈，真舒服呀。吃饭的地方吧，这是我自己移动的位置。还有原动作者，其实这是门被我变成的窗帘，必须是窗帘的，不然的话不太好哈。哎，我看到了一点瑕疵，发现没有，是浴室，有一些洗手呀，那些马桶是什么都不说了哈。整体来说我还是喜欢这个三角形的，是吧？啊，对了，这还有爱心呢。没了，就这样，拜拜了。